Thank you.
希望未来所成立的人间佛教应用研习中心真的能够把佛陀所说的，把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好好的把它呢运用在于我们香港的这个社会，能够带给香港市民可以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幸福乃至于美好。我们可以在佛光山全球它的宏大的善业之中咧，成为佢哋其中一个重要嘅合作伙伴。我哋唔系净系匿埋喺学校里边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文，然后我哋希望咧，将人间佛教嘅精神咧，系可以喺好多嘅情景、工作、生活、社会里边咧，可以应用得到。香港专班是台湾的大学里面第一所在香港成立的境外专班，因为它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新的系统、新的制度。香港跟台湾呢，虽然是两个地方上课，但是呢，水准呢是要求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开课方面呢，跟台湾的我们的硕士班呢，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人生走的路程里面，也许我们对自己到底如何走，我们的人生到底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如何跟佛法能够更密切的连结，这些可能都是呢我们同学愿意到我们佛教学院的硕士班来求学的很重要原因。我们佛光大学海外硕士专班的这个课程，它有别于一般的这个佛学硕士班，校长很有智慧，秉持了大师的这个精神，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学术理论上给予同学，在于佛教行持的这个部分，乃至于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层次的提升，在我们这个算硕士专班里面是具足的。
所以也恭喜所有的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明智选择。首先咧，我非常之幸運咧，可以參加呢個法學碩士班嘅學習。呢個學習中間咧，我都係逐漸了解咗人生嘅目標啦，同埋意義。我係一間資產管理公司，負責嗰間公司嘅海外投資，所以都係錢滾錢呢行業嚟嘅。其實咧，做金融呢方面咧，係精神壓力好大嘅，因為我覺得呢個賺錢咧，生活咧好似一個陀螺咁不停咁轉嘅。人生不單單只係咁樣嘅，可能仲要一啲deep inside your heart， 所以需要你去揾嘅。但係我覺得我工作上揾唔到，佛教上面咧有啲可以俾到你心靈上嘅需求，而唔係物質上嘅需求。所以我就係去睇翻啲佛教啲書啊，同埋睇翻啲市場上邊有啲咩佛教啲課程去讀嘅。其實我要 compare 其他大學嘅。这个学校呢是比较特别的，比较适合自己。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它是中文教学的。第二呢就是说，因为有个星云大师呢是推崇这个人间佛教，还有主持的行业和行持呢是我们那个佛光大学的特点。还有呢，对于学生学习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理解这个佛教呢，不单单只是一个书本上面的知识，而是运用在那个生活上。这个老师是质素非常好的，非常高的，还有非常博学。问他的历史或者是正统的内容，他非常了解。我们去年上堂的西藏那科，老师是他上堂是没有 PPT 的，在课前是叫你自己去找资料。因为很多学校可能是给一个填鸭式，而不是去研究去启发性的。我觉得这个启发性是法光大学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比较特别。我和法理了解多了，知道这个法理或者是佛教是究竟是detail是怎样的，自己的心 是去了佛教入面，而不是在佛教的门的出面。碩士班呢，畢業呢不是结束，是一个开始。老师交给你工具，怎样去研究，怎样去理解这些经典，怎样运用经典在生活上，对于自己的人生更加好的规划。就是話，依家嚟講咧，嗰個疫情係比較嚴重嘅。我哋個上堂咧，係有時係課室，有時係個網上。但係同學之間嘅友誼咧，並沒有呢個淡化。所以我哋成班同學咧，雖然係唔係好經常見面，但係見到嗰個 WhatsApp 咧，大家都傾得比較埋嘅，大家理念一樣。所以咧，唔單單指呢個物理上冇疏遠到我哋，反而個心係越嚟越近嘅。好，那最後我講一個笑話。你们是依依不舍，不想下课，是吗？拜拜。OK， 拜拜，拜拜。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吉祥。谢谢各位同学，欢迎加入我们黄光体系，谢谢。十个香港人当中，九个都有投资。市场如此动荡的2021年，投资啲咩先可以稳赚唔蚀？答案只有一个，投资在你自己的身上。健康管理，调整冇地方舒放的压力。素食药膳，每个食材都带住疗愈的力量。养生保健，给你的身体看一个假期。静坐禅修，留翻一啲独处嘅时间俾自己，休闲观光，放空心灵去旅行。佛光大学香港境外乐活学院硕士课程，一站式带你打造健康永续嘅生活。种一棵树，最好嘅时间系十年之前，其次就系而家啦。2022年佛光大学香港境外乐活产业学院硕士班，期待你的报读。K
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讀書的人的，讀到即係而家我老公都叫我你不要再讀啦，因為我即係寫 CV 我都要揀啲 shot 嚟擠落去。其實我是很喜歡讀書，咁同埋我喜歡讀書的原因，我知道我是很喜歡在自己嗰個心靈上面的增長。咁學術性嘅嘢，其實我自己喺讀心理學嘅時候咧，高呼曬嗰個 process 咧，我都知道唔係嗰樣嘢咯。我要嘅係一啲生活層面嘅嘢，我要一啲真係好似修行方面嘅嘢。即係因為我自己嚟過呢度，亦都喺度學過班咧，我覺得係信得過，同埋我知道師資一定係唔差，個個老師都好正，係啊，尤其是主持。因為他真的很知道人發生的什麼事，還有他是很去到一個心靈的狀態跟你去交流，那個得著很大。如果你問我其次就是佛史的老師，是的，他真的很細心，還有是很用心教我們，還怕我們不懂的幫我們找資料，就是問什麼他都就是好像一本百科全書那樣的，很鬼正我覺得他。我自己最差的就是你孭住個心理學家的名咧，慢慢個人嗰個 ego 係大咗，即係嗰個加上我社經地位高咗咧，其實有少少感覺自己都有啲抬高咗自己嗰種感覺，即係呢一樣嘢真係打破得我好犀利。譬如主持佢講佢自己嗰個三十幾年嘅出家經歷啊，去到星雲大師睇我睇佢合教嗰本書咧，真係自己係渺小到真係。真的很小，現在跟別人聊天，我的朋友都說，咦，為什麼你好像人慢了下來啊，或者是即聽得多人說多了東西啊，即是在朋友身上都有看到的改變，即是佛法真的令到你會更加愛這個世界，愛身邊的人，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是啊，所以一定要來啊，我覺得是啊。Thank you.
希望未来所成立的人间佛教应用研习中心真的能够把佛陀所说的，把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好好的把它呢运用在于我们香港的这个社会，能够带给香港市民可以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幸福乃至于美好。我们可以在佛光山全球它的宏大的事业之中成为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只是躲在学校里面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文，然后我们希望呢将人间佛教的精神呢是可以在很多的情景、工作、生活、社会里面呢可以应用得到。香港专班是台湾的大学里面第一所在香港成立的境外专班，因为它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新的系统、新的制度。香港跟台湾呢，虽然是两个地方上课，但是呢，水准呢是要求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开课方面呢，跟台湾的我们的硕士班呢，事实上是完全一样，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人生走的路程里面，也许我们对自己到底如何走，我们的人生到底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如何跟佛法能够更密切的连结，这些可能都是呢我们同学愿意到我们佛教学院的硕士班来求学的很重要原因。我们佛光大学海外硕士专班的这个课程，它有别于一般的这个佛学硕士班，校长很有智慧，秉持了大师的这个精神，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学术理论上给予同学，在于佛教行持的这个部分，乃至于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层次的提升，在我们这个算硕士专班里面是具足的。所以也恭喜所有的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明智选择。首先呢，我非常之幸运咧，可以参加呢个法学硕士班嘅学习。呢个学习中间咧，我都系逐渐了解咗。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司仪可意，欢迎来到我们每周日的人间佛教生命应用系列讲座。今天的主题是正道与外道。星云大师在全集中写道呢，道不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是像商品行销做广告。想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有道，就要看这个人是否有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而我们知道呢，道有正道和外道之分，那究竟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外道，具体应该怎么判断，我们普罗大众又应该如何去行正道呢？说到这儿，就必须要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研究所所长、香港佛教心理学以及心理健康协会会长，也是珠海学院商学院的前院长何洛生教授。教授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系，获得多伦多大学经济博士。多年来呢，教授除了研究公共政策之外，也非常关注心理学和灵性修养。教授有学术论文近百篇以及多本的专书，并且先后呢被政府聘任为中央政策组顾问、医管局卫生服务研究委员等等，可以说在学术以及业界都硕果累累。所以讲座过程中，同学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心得，请一定要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讲座最后呢设有30分钟的提问环节，大家可以尽情的请教和探讨。事不宜迟，我们掌声有请何洛生教授进行分享，有请。好，谢谢。非常荣幸呢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话。正如刚才老师讲啊，我对那个佛学方面呢一直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啊，所以我在多伦多的时候呢就创办了一个叫多伦多佛学会。现在在那边呢也有一些心理课程，我的以前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同僚呢就在那边呢就主办一些佛学跟心理学的课程。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题目呢，就是这个所谓正道跟邪道的分别。OK， 首先呢我们看一看那个，首先 share screen， 大家都看到吗？可以看到，谢谢教授。可以看到，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是希望大家再看一看一段论文，就是从这个 Kalama Sutra 这个 Kalama 经里面所谈到的。因为佛教呢是要求我们慎思明辨，能够凡事都要非常慎重的去考量，还有自己要体验，然后呢再分析，然后再选择，再做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的概要是在这几个方面。首先呢要说明这个正道与外道之分呢是不在标签的旗帜上的不同，而是在内涵的思想的差异。真正能助人解脱离苦得乐的就是正道，反之就是外道，甚至是邪道。所以这个分别呢基本就是不看你的标签是怎么样，是看你怎么做。你做的事情要是能够给我们得到真的安乐的，真的离苦的，那么这个的就是正道。你要是令到我们更苦恼的，这个肯定是外道邪道。那么正道是给人自由，邪道呢就给我们束缚。正道给人安乐，邪道陷人于烦恼。我们也会谈谈这个正道的渐次，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入手怎么去慢慢看自己进步的，慢慢这个进程是怎么样，有什么可以做。所以
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内显是道人放下分别心，不再表前，这个就是我们的内涵。这个正道是我们要放下这个分别心，不再表前。为什么我们刚才才提到能够助我们去离苦得乐的，那么这个就是正道。为什么我这里讲分别心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就要考烦恼了。最近呢，我有一个岭南大学的朋友呢，他说他现在在写一本书，是关于这个嫉妒jealousy 就是 jealousy， 就是对人家有的自己没有，那么就觉得妒忌他。 OK， 那么这个呢，为什么有这种 jealousy 这种的感觉呢？主要就是有说人我的分别，有这个分别呢就有烦恼了。为什么人家有自己没有啊？为什么我现在不如人家的待遇等等，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呢，这个分别心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烦恼关于这个分别心引起这个烦恼的方面呢，我们往后了再会慢慢谈。所以这个标签跟旗帜其实不重要，最具体的内容才是最重要。你可以号称是佛教但是你做的事情是驱使人家去起这分别心的，这个就是离经背道但是你要是拿着其他宗教的旗帜号称别教，但是你是助人去除去这个分别心呢，也可以殉道成觉。并不是说他没有皈依我，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就没有办法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标签是完全不重要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就给了一个讲座，就关于这个作为一个佛弟子的一些体会。我就说这个标题就称自己为佛弟子而不是说佛教徒。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就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学生，我就是佛的学生，佛就是我的老师，我的给我们指导，给我们有个方向，怎么去修行，怎么好好的生活。那么所以我是个佛弟子，这个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标签方面呢就放下来。因为佛陀在离世的时候，其实也是跟他的弟子说我们要以戒为师，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依法不依人。你做了对了，这是对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呢就对，其他人讲的同样的道理的他就是不对，不会这样的，完全是按照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到底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生活有用。在这个42章经里面有一那个弟子跟佛陀对话的时候，有弟子问他什么是大。佛陀就说智与道合则大什么是善，他就说行道守真者善。所以呢要看你做什么，你要是跟这个道合的，道就是道路，你要是你这个道路是引导你到一个自由的解除这个束缚的，这个就是大。你要是给你越来越多束缚，那么你就
这个呢，就写到，啊，那么我们每一天生活都希望大家行道守真，对自己要非常老实，不要自欺欺人。那佛经告诫我们不要惑于标签，啊，《金刚经》里面有这样说法啊，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是金刚经，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迷失。你要是你不能够分清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就是迷失。我们要弄清楚。有些人他明明是骗人的，但是他说他是一个圣人，他说他是一个佛教徒等等，但是他做的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么你不能够因为他拿着那个佛教的旗号就给他悟道啊。那么大家可以问啊，那么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正，什么是邪，这个要这个分辨，这个是不是起一个分别心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在佛经里面也有这个的说法，这个也是从《金刚经》里面的，是法平等，没有高下，这个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哪个是高，哪个是低，我们是同一个，完全同一个标准去看你到底是正还是邪。OK， 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看到底这个东西对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好处，对我们生活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人有没有帮助，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所谓平等心，这个就是没有分别心。所以真正能够助人解脱离苦得乐的这正道，反之就是外道，甚至是邪道啊。在现代的心理学里面呢，都有经常都有谈到这个所谓执着的那个情况，这个就是 obsessions， 这个是现代心理学里面都有谈到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呢是对很多人来讲呢，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抑郁病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很严重的 depression， 为什么有这个抑郁，这个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些东西经常烦恼着他们不能够把它放下来，不能够放下他们执着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从《金刚经》里面也有这个说法，说心无所住要心无所住听说呢慧能和尚就是六祖了，最初有一个觉悟的时候，就是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这个听到这个呢，他就突然就好像觉悟。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心无所住其实是非常重要。心无所住呢，就是不着相，能够放下放下那个执着。一切的标签就是相，因名生想象而知之，就是着相。人我分别就是相，对世间法有所见则这个着相。我翻译过一个叫三祖的心心明他开头第一句就是至上无难至上无难唯言简则，唯言简则。为什么
简直不是很正常的吗？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正常。正常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凡人，肯定要啊谴责，就说哇，今天什么都顺意，这个是好的天。啊，有一天有很多事情都不顺意，这个是不好的一天。我们都希望多好的天啊，没有，最好是完全没有这个啊不如意的一天。哇，这种心理呢，其实对我们修行有非常大的障碍，造成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呢，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讲呢，我们生在身上，实际上都是修行人啊，不一定是出家人啊。我每天都在修行，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我们每一天都是非常重视。到底这天是顺意还是不顺意，都是非常宝贵的一天。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啊，要好好的利用它啊，把它的给我们的营养都尽量吸收。因为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其实就是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之前，在那个修行之前，其实他最初是一个王子嘛，都在那个宫里面都是非常过得非常快乐的，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他就出城就看到那个生老病死这种种人间的烦恼。就起了这个慈悲心，觉得人生有那么痛苦，他都不知道。他知道的时候就发心要求道去把这个人生的苦恼能够除去。这个下面这句呢，也是从《金刚经》来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是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显然这个能够放下这个相是很重要的。但是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下面有一句呢，是更显出这个相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呢，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所以这个相，我们要好好理解到底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相有很多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理解。OK， 我的理解是从外观而生演绎，变成有这个分别。OK， 变作成见，这个 distinction， 不囿于成见。即是非诸相见诸相非相，见到标签就生联想，并被那个联想所困，这个就是囿于成见。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心自有了，能够摆脱成见，不再给这个虚妄的相悟道，这个呢就是觉者。所以这个相的意思是很重要，我们要好好的理解它。我要比较靠谱的一个翻译呢，就是 distinction。另外一个的讲法呢，相的意思也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呢，并不是 ideology 里面的意识形态。OK。这个 ideology 通常也是翻译做意识形态这个形都是不是这个形字，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呢我要这样讲得很清楚，这个所谓意识形态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在我们意识上因为心理的作用，
因为这个我们忘心的作祟，忘记分别，无中生有的啊，变成有种种固定的在心中的形态，这种呢就是想的意思。OK， 我就看到有一些英文《金刚经》的翻译本，把这个相呢就翻译做 mark， 这个呢其实是错译，肯定是错译。为什么是错译呢？因为这个 mark 是外表上看到的东西，这个是相。但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相，并不是外表看到的这个东西，而是在心里的形象。所以这个分明是意识上的形态，而并不是外面的外在的这个 mark 啊。所以呢，这个当然你要是你看到一个 mark 就是联想起有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相。但是呢，这个 mark 本身是没相的，本身是没相，相都是从心里面忘起分别产生的相。OK， 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谈到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相都是心理作用，并不是一个所谓 mark， 所以这个 mark 肯定是误译的，那么，择善固执要怎么样呢？这个是不是一种所谓执着呢？刚才都提到了，因为只要你用这平等心去看，这个并不是平等的，没有分别高低的，这个呢就不是先入为主的这个就并不是一种执着。我们当然是应该有方向。放相应舍，何况非法啊！法相应舍，何况非法？这个你是看他，这个是多么平等，我们看佛法跟看其他都是同一样道理，最后我们都要舍，用同样的的那个舍，就是不给什么东西。限制，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心自由，肯定要不能够给外来的东西或者无中生有的东西去牵引我们要有真正的自由，才是真自由那么我们就不会给什么现行的东西。牵引的，那么我们行善但是我们无我的去行善，就是真的行善。对佛法无我的锲而不舍，同样是真的佛弟子我们明白到佛给我们的一切的教导。我们的佛经什么完全都是所谓标月指的那个手指一样，就给我们用方便，给我们再看得更远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择善固执，这个执呢并不同另外这个执着的执，我们就是坚持不要执，这个所谓执不执，有点像老子的学不学，这个是老子道德经里面谈到的，这个比如说他说不敢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敢妄想我有作为，功而不惧，同样道理我们都要功而不惧这个其实你的道家的思想跟佛家的思想有很多都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在道家里面道德经里面也说归根拂命
啊，我们是明心见性，其实两者都是所谓 introspection 就是看内心，嗅内心。这个是《道德经》里面的，我翻译过来的啊。这个是说，夫众人之所过，这个过是什么意思？就是错过的意思啊。众人就是错过很多东好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就好好利用啊这些东西啊。众人不是有谴责吗？刚才提到。谴责，我们都是希望每一天都顺利万事胜意这有这讲法嘛。但是呢不如意的时候，其实往往呢这些日子呢都给我们有非常好的养分，给我们好好的在这个生活上，在那个生命上更了解生命，对我们的那个慈悲心有好处，对我们怎么去得到智慧也有好处。所以呢有这个讲法说，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其实就是菩提，要看你怎么去利用它，能不能够把这个烦恼变成好处。其实《妙法莲花经》有的其中一个教导有一个讲法说，这个是变毒为药，变毒为药可以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毒药，但是呢我们要是我们的心有正确的态度，往往呢可以把一些烦恼都可以变成我们历练我们修行的一个所谓正上缘给我们一个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扶持我们的一视同仁的无分别心，日日是好日。为什么日日是好日？真的我的理解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给我们养分的，给我们养分是锻炼我们的。每一天尽管可能当时对我们可能不太好过，但是往往呢是对我们的智慧心慈悲心都有好处。这个是一个对话，是菩提达摩跟梁武帝的对话中提到果然无胜这四个字，请师父为我们说明他的敬意。那么那个禅师就说当时呢因为梁武帝心中存有这个差别对立的观念他就有这种分别心嘛，他觉得我建了那么多庙做了那么多功德，怎么没有功德呢？有一些人分明是圣人嘛为什么会讲过人没圣呢为什么好像讲的东西跟他不对应呢？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对应，因为呢他就是针对梁武帝当时的那个分别心去讲一些东西，去冲击他的分别心希望他能够了解去这个有这个分别心就是很多烦恼的起点。那么我们看看大家都听过了，诸恶莫作，众信奉行，寂静其意，是诸佛教。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简单，其实呢也是比较简单，但是佛里面的道理你讲是很容易讲，
但是你做是非常难做，难做得到，做得到才算的。因为我们佛教徒就要看你有多少功夫，就要看你的实践的功夫做到怎么样啊。所以比如说寂静提议，但是你其实是还是受到这个颤声痴影响到每天都没有自由自在的，那么怎么可以说你是非常有成就的，根本就完全没成就。所以这个寂静提议呢其实是最难行的最难行的。你在表面上有些恶事你不做，善事你尽量做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容易，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寂静其实最难最难心为行的本，造句最根所以呢这个心的那个修心为什么是这么重要，这个意思地藏经里面有一个句话有一句话呢是说举心动念呢什么，举心动念什么，上面一句是什么，有没有同学举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无非是罪，对啊，无非是罪，对啊，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所以不是说基督教才有所谓罪佛教也有所谓罪甚至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经常颠倒忘记分别颠倒，而是习惯的都是这样做，每一天都是这样做，变成越来越深，这种分别心是越来越深，那么就更难离开这个贪嗔痴。那么呢所以呢我们每一天要是我们不小心继续下去没有修，那么呢其实我们的罪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们这种习惯呢，我们的心理学习惯是越来越难把它救治。要救治呢一定要明白我们的那个心里面有很多习惯，心理习惯有很多心理习惯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去慢慢好好的把这个心修正过来这个呢就是正道，能够这样照做就是正道佛陀也有谈到这个所谓六十外道都这个都是说跟正道不一样的。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就这个其实也是看看他们所说的道理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慢慢达到那个自由呢，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个是唯一的那个标尺我们分别那个正道跟外道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到底他们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对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把握起生，这个是很重要，要是能够做得到呢这个就正道不理他是谁讲的都是正道。所以呢有一些概念因为我们按着他这样看的，比如说这个第三个称唯物论，以快乐为人生之目的，排斥一切的严肃的伦理观念，这个呢所以顺势外道，这个呢你这样讲呢你追求的就是一个在心理学里面是说 hedonic happiness
主要是一个sensory 的感官上的一种快感。OK， 这个呢是不可能给我们比较永恒的安乐的，不可能的。因为呢你这样做呢肯定是执着一些会流失，很快会不再存在的东西，那么你那个时候你肯定会感到非常非常懊恼。这个为什么他们所教的东西是外道，主要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得到这个自由。但是呢我这里呢就引一个St. Francis of Assisi 一个天主教 的一个圣人呢，他的一个祷告里面呢，其实他虽然他并不是起码在这个名相上就不是佛教徒，也不是佛弟子，但是里面他有很多佛理上的是跟我们所相信的一样。我把它翻译过来啊，上主让我成为你在世上创造平和的工具。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s hatred, let me bring love. 在有嗔心、仇恨心的地方，让我为人们带来慈爱。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为人们带来宽恕。这个就是跟观音菩萨一样的嘛。这个就是有这个慈悲心。希望自己能够拔苦娱乐就是给快乐给人家拔苦就是把这个痛苦呢拔走智慧文殊师利菩萨大智文殊师利菩萨Where there's discord, let me bring union. Where there's error, let me bring truth. 在有纠纷和冲突的地方，让我带来和合；在有过错和误解的地方，让我带来正向。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真实的去生活，我们要非常落地的去生活对自己一定要诚实，不能够骗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骗到别人，但是你永远不可能骗自己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所谓业力肯定是在你要是骗自己的话呢，作业这个呢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是有录下来有记忆的在我们的那个修行的路上道路上是带来障碍所以我们要非常老实，对自己一定要老实然后Where there's doubt, let me bring faith. Where there's despair, let me bring hope. 在有疑惑的地方，让我带来坚定的信心；在有失望甚至绝望的地方，让我燃点希望；在黑暗的地方，让我带来光明；在哀伤的地方，让我带来喜悦。带来喜悦这个漏了一个喜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有大愿。我是希望给人家一个坚定的信心Let me bring faith 为人家带来希望，就像地藏菩萨一样尽管人家在地狱
痛苦啊，都希望给他们这个机会啊，给他们帮助，给他们带他们离开这个苦恼。嗯，这个是大愿，大愿是啊无比的啊信心，无比的愿力。然后静静大行。上主让我给别人送上安慰，而不是为人啊要人家给我安慰，让我给别人送上体谅，而不是要人家给我体谅。让我给别人送上爱心，而不是要人家给我送上爱心。这个呢，就是无我了啊。因为凡人啊，凡夫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看自己太厉害，看自己太重要，处处的想自己，没想人家啊，他打过来啊，要希望主动的帮助别人啊，希望啊大家啊英文的 grammar 这个字，我们说这个是 positive 啊 这个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这个是 engagement， 我们有这个目标去做事情啊。要目标啊去做事情，这个就是大喜。都不是被动的啊，不是消极的，不是被动的，都是非常 positive， 很正向的，有啊很主动的。这个也是在他的祷告里面啊，因为在布施中啊，It's in giving that one receives， 人反而有得着，在忘我时反而能够寻获真我。It is in self-forgetting that one finds， 这个是跟这个所谓放下自我也是一致的嘛。在宽恕别人时，反而自己能够活得宽恕，这个自由了。因为你不能够宽恕别人呢，你老是想着人家欠你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其实是没办法把自己的很多石头放下来啊，太多东西都压在心头，怎么可以有自由啊？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懂得宽恕的人啊，人家对自己不好啊，我们是不会永远记仇啊，我们要记得这个教训，我们记得这个教训啊，但是我们不是要记仇 ，OK， 当然有些人他犯了过错，自然那个这个法律上他肯定要面对他的那个后果啊。但是这个所谓宽恕并不是说他就能够逃之夭夭啊，就不用罚他，并不是这样。宽恕纯粹是我们对这个犯罪的人，对曾经对自己伤害过的人呢不再仇恨，这个呢其实是放过自己他还是要面对他要面对的东西，但是我们换取他，就是给自己放下这个石头要不然呢，你一辈子都老是想着有这个仇恨，那么呢，你永远都不能够得到自由。所以他们。当然他不是佛教徒他应该是没有听过佛但是他其实也
也有有佛的道理在里面。正道给人自由，邪道带来束缚。正道与人安乐，邪道陷人烦恼。有这个说八正道啊，八正道啊，八正道。八正道，这个正道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提到，一直提到，就是这个正，并不是说，因为在佛经里面说这个是正，所以就正，并不是这样，是能够给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个自由安乐的，这个就是正，所以这戒定慧是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有这个先有定，再有慧，戒定慧，有戒产生定有定产生慧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个持戒很重要这个持戒谈到那个见次方面的那个根本呢，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去做，自己要克制，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一定不能够伤害别人不害。这个不害这个概念呢，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所以我从来没有恨人，没有想害人，从来不会，从来不会，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永远你给多少钱给我都不会害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害很重要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但是那个所谓戒，这个是起码对于自己能够控制自己是太重要了。有这个你先做这个戒，其实就是表面的戒是一个表面的，因为我们谈这个见次嘛，刚才提到见次就是最基本的肯定是持戒，然后持戒久了因为这个是表面上做的，慢慢我们心里面都定下来 OK， 这个定下来呢是后来才能够做到，因为我们习惯了那个持戒做的多了，然后我们心里有定力，有定力我们有这个慧，所以呢戒定慧应该是这个继续但是呢在有一些论述上有些反过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有些经典呢也把这个戒定慧三学分作八个部分，称为八圣道OK 那个持戒完善自控的能力，修定培养内心的平静。我刚才提到了持戒，这个比较表面上的功夫，当表面上的功夫做得多，我们就有心理 的那个习惯已经惯了，所以呢内心会静下来，所以这个见次上应该是戒定慧 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有提到了，所以这个我在因为我把从2005年开始做那个香港的快乐方面的研究了后来就写了一些文章，写了一些文章就提到这个所谓爱智意行，这个毅力的毅爱之毅行，爱之毅行 ，love, insight, fortitude, engagement， 爱慈爱，慈悲insight 把它变成 life，L-I-F-E， 变成 life 就好像生命一样，就给我们可以好记得这个呢就
love 就是要我们要慈悲，所以我们会布施。OK， 这个智慧呢，禅定智慧，我们持戒啊，能够得啊，从定刚啊上慧，那么我们要这个机会，然后呢 ，fortitude 这个 engagement 啊 ，work hard keep the faith 啊，这个我们有个方向，也有知道那个慈悲跟智慧都是很重要，我们要坚持下去 ，keep hard。Work hard and keep the faith， 要坚持下去，然后真正的投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正与正业正命，这个 we live out the teachings 啊，所以我在这个理解上啊，我们就看到这个parameter 啊，这个六波罗蜜啊，都包括在里面。布施、持戒、智慧、禅定、忍辱啊，都包括在里面啊。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OK， 都在里面。那么这个也是跟这个八正道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啊。所以我的说。爱智啊，毅力的毅啊，毅力的毅啊，善爱之毅行啊，这个是比较好记啊，比较好记啊，而且呢，对其他人来讲呢，都是很容易记得上，也是希望他们尊重上命，所以我就把他的这个简写呢，就变成 life，LIFE 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生命的爱惜、爱惜，受恒的坚持。OK， 我有一趟呢，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写的东西跟那个佛经里面呢，有非常切合的地方，非常契合的地方就是首先呢惰心啊，惰心容易法心难，我们要发愿啊 ，inertia 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这样做，我们就每天都是这样做，我们就永远不会改变 ，OK， 这个就变成轮回了，有没有我们来来去去都没办法走得出这个圈啊，那么这个就是等于轮回了啊，要躲啊 ，inertia 我们是太容易啊，习惯过去所做的事情，一直都待下去，不能够没有发现我们要改变，这个是第一难的地方啊，第一难。发心很难的我们就非常容易去给这个惰心影响不愿意去发进去离开这个这种状况，我们要发心去克服这个 inertia， 其实是非常困难太多人都习惯。在他们的还是以为日子都这样过每天都是这样过，他就把这个一生呢都错过了这个修行的机会，然后你所以发心是很难的。那发心，你已经发了心，你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要改变，但是。要长期去做，这个也是很难，坚持是非常难，所以法心是容易，但是恒心是难。那么你有这个恒心，但是你恒心以外呢，你还要有 focus
要 focus， 要凝聚力的聚啊，把你的目的很清楚，把你的目标清清楚楚看啊，就聚焦你的目的，就是要方向的去修行。但是你修行的时候呢，难免呢都有些躁心，你要把这个躁心静下来啊，好好的修也是很难的，然后也是要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有贪念嘛，这个都是因为 distraction， 往往都是有一种 distraction， 因为我们贪这个贪那个，就把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都放下来，都割下来，所以这个呢，贪心容易静心很难，然后呢，我们也很容易在我们的那个修行的道路上，很容易骄傲自大觉得哦，我已经很了不起了，看不起别人没有这个虚心，其实呢，虚心是很重要，没有虚心就很难进步，无论你进步多少都要非常谦虚，那么这个呢才能够得到进步，没有谦虚的心就 没办法进步你无论进步到哪里你都要谦虚才能够更进一步，这个太重要了然后这个呢歪心容易正心难这个呢我们经常呢说歪心是什么呢，我们啊经常给自己很多 excuse 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就种种的理由 OK， 比如说我今天原来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就没做或是我做错一些东西我自己给自己很多理由那么就不面对自己的种种的过失就其实就是错过了纠正这些问题的机会，其实我们每一趟要是我们真的碰到一个问题，其实就有机会我告诉大家我学英文，因为我小学是在一个中文学校学习的，那么中学的时候我到英文学校，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每一行啊我都要放几遍，很太难有很多人呢他碰到那个困难的时候呢索性这个太难了就跳过他，就不去看，但是或是苦恼那么多艰难的字太难了，这个索性不去看了，就是每一趟你看到一个字你不懂的，这个就是机会，有机会给你学 OK， 所以呢你碰到这个困难其实就有机会，我们在生活上每一趟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它就学 OK， 我们只有这样呢我们才有进步嘛，所以呢其实这个刚才提到烦恼就是菩提嘛，我们不要急着分别心，我们就去做嘛，没有问题你不想他烦恼就不是烦恼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自己有一些时候真的觉得有问题，或是人家提醒你，或是自己去反思，看到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太多 excuse， 这个就是给自己很多借口 OK， 开脱，其实不要开脱，就是要面对才能够多学一个字，多领略一个教训，我们就是这样成长嘛，我们每天都有成长
每天的成长，一天好过一天，明天起来就是更好的一个人，在明天起来又是更好的一个人，每天的进步， 你看多开心，真的太快太开心，真的太开心啊！所以，最大的成功就是看到自己一天一天成长。OK， 谈到这个我今天早上也有另外一个会嘛，都谈到这个所谓顿悟跟见悟那个问题，我始终都是这样讲。没有真的顿悟，没有真的顿悟，只有见悟，慢慢来，慢慢来。你好像顿悟那个时候，就是过去做了很多事情，那天忽然就时机成熟了，瓜熟蒂落，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顿悟，其实不是顿悟，这个都有很多过去的累积才能够有那一天，不是突然白白来的，这个不会，这个一切的成果不是白来的啊，不是哦，突然我今天顿悟，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肯定是一天一天累积回来的啊，所以。你要是每一天做一些歪心，就是给自己很多 excuse 啊，给自己开脱，不去面对一个困难，不是面对自己一些缺点，你知道一个缺点就是给自己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多好啊，烦恼就是菩提嘛，你没有这个正向的心呢，你错过，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了。那么呢就没办法给自己带来自由了，你要自由就要进步嘛，要进步肯定要把自己一关一关都要过的嘛，就是这样的忘心容易真心难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忘心容易真心难，但是呢你要是这个所谓一念就是错，很多时候你要这个真心不并不是这个真心，要每一段时间你不能够给自己一个休息这分钟我不用叫真心了，这个不可能每天的真，但是我这个小时就不真，这个不可能的嘛，这个所谓圆角就是完全每一分钟不会给自己一个 flash of mind that is 妄心，一个 flash of 妄心一个妄想都不会容纳他一个妄想都给他走，一个妄想都给他走都每一刻都保持这个真心，这个是很难很难所以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嘛这个是地藏经里面谈到的嘛你我们人生真的困难重重，真的恶缘太多，慢慢的就不自觉就变成一些习惯，没办法脱离这个就是为什么地藏经里面说我们阎浮提众生其心刚强非常难到
难度，非常难度，要帮他吗？这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的性情太刚烈太难啊，所以我们有机会，有些寄生的机会，就要好好把握，不要给这个妄想带走，一分钟都不要给这个妄想带走了。这个是正念的训练，嗯。这个自归依以戒为师，刚才都提到，这个戒守戒，其实这个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比较好办，比较易做到，大家都看到你有没有做，大家看到，那么你可以老实实的按照这个。戒去做，什么做什么不做很清楚，佛灭度前，他就说以戒为师以戒为老师，因为他离开，他就不在这个弟子的身边还有呢，他有谈到我要当自皈依，皈依于法物他皈依，你皈依的是皈依这个佛教的道理，并不是皈依按照一个人依法不依人，这个很重要。真的，你这个法，什么是法？就是给我们自由的这个法要是最后带我们是烦恼的给我们很没办法能够安乐自由的，那么这个肯定就不是法了。戒就是自控能力，凡是需要自控能力才能成功。这个呢在现代心理学里面都有很多的报告很早小朋友你看到哪个小朋友有些自控能力的，他就将来就好了这个都有很多empirical study， 有很多实证的研究都证明这个情况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自控能力，我们就知道他的将来是怎么样你看这个戒是多么重要有自控能力才能够成功所以戒是那么重要然后这个戒人性弱点会坏事，会把好好的事情都变成坏事都弄糟了我们有很多弱点，自控是克服人性弱点必不可少的法门，克服人性弱点人才可以自由，才可以使命击打就是说我们做晚课的时候说就是戒办要做的事情都做好 OK，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情况自由自在才能够心安这个跟儒家的的讲法都非常类似积极即乞丐积极是观己有所为，有所不为，忘记人有不为也，以后可以有为所以呢，儒家同样是倡由戒进定，由定进慧。你看呢，这个先后秩序很非常明显的。你这个是表面的功夫，然后我们就谈到那个内心的功夫。我们有内心的功夫，才有这个德。这个德就是智慧无论宗教有宗教好没宗教好，都要即心即觉即心即正，即心即静有所谓即心三宝即心三宝我这里呢也提那个圣经，因为我读了十多年
基督教、天主教学校啊，都啊读过圣经啊。我会考的时候都要考的圣经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熟的。耶稣啊，有很多基督徒就这样谈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呢，我是认为呢，耶稣给他的一些弟子误会了，或是有心人把这个记录把他写歪了。他这个我呢，就是说，就是啊，这个我其实就是记性啊，我们记性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道路，我们的生命就是法，我们的生命就是佛。OK， 这样这个我，这个我就是我记性，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是我们不是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有生之年去学，我们哪个时候可以变，可以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吗？对吗？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OK， 我是就是靠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就是道路。OK。你不靠这个靠什么啊？啊，真理啊，你就在这个生活上找到那生理啊真理，去实践那个真理。生命啊，这个呢就是跟这个佛谈到的那个即心三宝啊，同样的啊，我们这个修行人作为一个修行人，就叫人生一样，对吗？对吧，这个就是靠我们修行，就是靠这个，我们怎么去靠修行，就是有这个方法，我们就要按照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法去修，我们希望的修成一个完整的完美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的潜能发挥出来。正道与人安乐，邪道害人烦恼。这个呢，这个是在 Wiki 啊，维基啊，Wikipedia 啊里面谈到就把这个啊继续有所不同了。他说，首先一定要有一点机会，你要是没有机会呢，就啊，所以这个所谓慧根，当然这个所谓。有这个讲法，有时候会跟这个事情 ，OK。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的慧根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有机会。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把它开发出来呢？开发出来就用一些表面的功夫，先从意进来嘛。表面功夫先容易，所以先以戒为师人从戒得定，从定得慧，所以这个戒定慧这个见词应该是这样看。但八正道的先后次序是重要性去分先后，而不是学佛的见词分先后。所以你说最首先肯定是慧更重要，所以呢八正道里面首先要谈到慧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重要性的分先后，但是不是说学佛的见智去分先后。然后不信因果这个是非常多的看法这个呢你说断见、常见这个呢，当然是永远不能够走，从这个轮回走出来。这个轮回呢，这个轮回呢，其实我们一生里面都有很多次的轮回，轮回就是一个 vicious circle， 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轮回。恶性循环就是我们走不出来，因为我们就习惯在里面圈来圈去这个呢就是一种轮回了我们
这个天台宗里面提到一念三千，就是说我们在一生之内啊，有些时候我们一念就佛的境界，一念可能是出生，可能是地狱的境界等等。OK， 要看看我们的思想情绪怎么样，都可以啊。我们一时走歪路，那么可能就啊堕入那个循环里面走不出来啊。所以有很多人啊不信因果，但是呢因果逃避不了，逃避不了，你做什么事情都记下来，做什么事情都记下来啊啊。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骗人家一时，你永远不能够骗自己，永远骗自己是永远不能够骗自己，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自己肯定要面对，嗯，所以呢，啊，我们要好好的，了解到，啊。要修行呢，一定要累积回来，累积每一天都算。我今天能不能够比昨天好啊？明天可不可以比今天好呢？是要反思啊，给自己进步，这个太重要了，人我平等是正道，妄作分别是邪道，啊。太重要了，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非常受用的，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哪些事情是自己的责任 ，OK， 哪些是人家的责任 ，OK， 我今天早上也提到这个。我觉得是个悲剧啊！有一个女孩子 ，OK， 参与了一个真人 show 啊，所以真人 show，OK， 最后呢，她就受到网络的欺凌，后来呢，她就自杀，为什么网络欺凌会把一个珍贵的生命都杀害呢？这个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啊，当然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啊。要是这个女孩子能够有这个看法，了解到啊，她欺凌她的人呢，有很多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要自己去好好的修。OK， 他们不修的话呢，这个是他们的问题。OK， 那他们的问题呢？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女孩子的问题，女孩子受不了这个问题就去自杀。但是呢，其实你要是这个女孩子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呢，人家有人家人的命，我有我的命，我好好珍惜我自己的命，我修我的命，人家不去修他们的命，他们到处去欺凌别人呢，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大问题。OK， 然后真的要这样看，我们修行，每一个人的修行都是very authentic， Martin Seligman 写了本书很出名的，那个positive psychology 正向心理学的那个所谓巨富。Martin Selig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 Authentic Happiness。 Authentic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自作自受的自己的一个好，每一个人亲心的尽力，没人可以代替他的，这个是 Authentic 啊。我们修行就是一个 very authentic self-discovery 的 journey。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啊，我们去重新发现自己，重新成长自己，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你能够做到，
你的老师不能够 代替你，任何人不能够代替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OK， 搞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分清楚这点呢，这个并不是说、啊、跟人 有分别，你我是我有 我的责任，他有他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同样的责任，责任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好好的、给他一个机会，从每一天成长起来，吸收养分成长。我们能够分别什么是我们分内的自己的责任，什么不是自己的责任，什么是其他人的责任、搞清楚这点呢，都可以少一点烦恼，可以少一点烦恼、那宗教之间可不可以有平等相待呢？这个呢，我一直都是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天我们不同的宗教都有一种对等的原则，对等的原则 就是互相 尊重、但是呢、我们也明白，我们要明白一点、宗教与宗教间里面的有一些我叫教理、我、英文就是 theology， theology 有些时候我把它翻译成为、神学。OK，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教理，这个部分呢，各有各的讲法，而且呢，不同的宗教这个 theology 方面呢，是不可能互相，容纳的，因为他们都说，哦，我这个是真的啊，另外一个说我这个是真的，但这两个不可能都是同样是真的，对吗？但是这个呢，我们要明白呢，宗教他们的出现只有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这个任何一个灵性的道士出生在那个时候、这个背景呢，不可能、把这个当时的那个文化宗教的、的那个时候的背景一一、推翻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比如说、佛教那个时候 有很多印度教的内容都在我们、佛教里面，肯定、有这种文化背景、所以没关系的，但这个 theology 方面根本就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的东西，对吗？比如说你圣经里面说那个神呢 创造那个世界七天就完成了这个工程把这个天地都做好了。 OK 你信他还是不信他，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完全没关系的，对吗？所以有一些东西呢 ，theology， 这个是顺应当时的人就这样讲没问题啊。OK， 反正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没有科学，没有迷信的嘛，都是迷信的。那么这个东西不重要的。那么你有你的讲法，我的讲法、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有历史的原因，有那个时候文化的原因。我们不要吵闹这个东西，我们互相尊重就算了。我们不会太理会，反正不会太理会这个事情，对吗？佛讲得很清楚了，人家问他有很多事情，他认为、这些东西跟我们生活、关系不大的，基本上就不去答他，根本就、他就打个比喻，他说、要是有人、得到、受了一箭、你首先呢肯定要治理这个伤口，这个箭伤，对吗？这个箭伤，但是有些人偏偏不去料理
这个建商，而是去调查这个剑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哪里来的羽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木啊，还是什么材料做出来的？这个都是没关系的东西啊。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这么珍贵啊！我们短短几十年，给你过一百年都很难过一百一十年，真的很难很难嘛，对吧？很珍贵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珍贵。我们不是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学，好好的修，我们就是对不起自己嘛，对吗？也是对不起佛嘛，他教导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对吗？所以我们不能够浪费时间，我们好好的要搞清楚哪是重要，哪是不重要，我们就好好的每一天都活得好啊。所以这个刚才就提到那个法华经方便品化成玉品都是开权显示啊，讲得很清楚啊。佛陀对弟子说，我是标具标月指，标月指我们的指头啊，标到这个最多都只能够做一个标月指的功能啊，你不能够只看那这个指头，不去自己去看这个月，你看不看到这个月还要靠你自己嘛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是希望宗教之间呢能够平等相待，也是明白每一个教的教理的都是权，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义理是最重要的。这个义理就是到底它能不能够给我们和平，能不能够给我们心理和平，能不能够给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在有本书里面呢都有提到，我要跟他说 Charter for Interreligious Understanding， 我是希望宗教跟宗教之间能够互相体谅，有一些共识，就是说不论你是什么宗教，我们的目的同样有同样的使命，不同宗教也同意的使命，就是希望能够达到 peace 和平，包括这 inner peace 内心的平静，和国与国之间，族群跟族群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这个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大家都要接受不同的宗教他们的教义，这个方面呢有他们的历史跟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有所不同，这个是预期之内的，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不同的教义跟这个灵性上的修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灵性的上的的修行大家都要做得到，也是同样的使命。大家都不要杀生都不要做什么伤害其他人对伤害生命等等这些。我们不同的宗教是在不同的地方呢去做不同，向不同的族群做同样的事情，对吗？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大家的心灵上都能够得到平安，对吗？Substance is important, not labels. 这个都 labels 这个标签不是重要的，我们不要起这个分别心，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正道 ，OK， 不同宗教都是正道，但是要是我们的宗教都强调这个教理了，这个就是邪道了，对不起你要是你的宗教
你奉行你的宗教的一些个别的人士把这个教理、变成了说 fundamentalist， 所谓这怎么翻译过来啊 fundamentalist 啊，这个原教旨意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啊，那么他们就是邪道。对不起，我就这样讲了。你 fundamentalist 的 Buddhist， fundamentalist 的 Christians， fundamentalist 的 Muslims 都邪道，因为你把这些历史背景的东西都当作那么重要，跟其他人肯定起冲突啊。这个连这个轻重都不能够分清楚的怎么是正道，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我在那本书里面要提到 spiritual practice， 就是全部的宗教的他们最重要的教导啊，并不是这个每个宗教的那个教理啊。我们的教理可以不同啊，但是呢，我们的那个spiritual practice 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人的生命。OK， 所以我结论就是正道无关标签，界定会能够做得到就是正道啊。你要是不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呢，就是外道。一切修行一定要以自控为先，你自控一定要基本末。记得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么重要不能够把这个结我假我呢反客为主，生命是本，其他是末等等。我们要放下妄想，放下那个假我祈愿宗教都能够认清本末，灵性修养敬畏生命是本，文字教理宗教标签是末这个都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谈一些佛学的方便的教室首先呢，这个今天早上我都有提到这个数息房妄念这个方法，这个我经常都做的每天我都有做这个训练，这个就是把这个专注力放在自己的呼吸 ，OK， 一呼一吸，我是说五，一呼一吸，我是说这个是四，然后三二一，然后再回到五 ，OK， 但是呢，专注在哪里呢？专注在每一个呼吸，这个非常短我念五的时候。我念五的时候，我是不用理这个四三二一，这个我可以不理，我就专注这个一呼一吸。那个时候非常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妄念？不找自来呢？我不去找他，他自己找我。OK， 他来了，那么怎么样？我看到他 ，OK， 我看到他了，我就不理他。我不理他怎么样？我不理他，我再重新再来，就从五再开头再数。OK， 一看到这个妄念浮起来的时候，我就重新从五四三二一数。我就是每一趟呼吸的时候，我就专注在这个呼吸之间有没有妄念上来，有妄念上来，我就重新再来过。OK。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OK， 这个是自身的经验，太好了因为你不是去抑压它，压抑它，但是呢，它浮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跟它，我知道它来，就它来，我就不理它了，我就重新再数 ，OK， 这个是最好打发它走的一个方法，我不是把它驱走。OK， 你把它驱走了，就跟他对着干，那个干是
完全没用的啊，有 还有反作用，你什么都不理 ，OK， 就是啊、非常首先非常安舒，然后呢非常轻松松下来，把精神放松下来，然后呢去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呼吸都去数它啊，数，很老实的数，一看到发现要妄念起来，重新来过，就去捂 ，OK， 就好像我们去啊、我们小孩的时候去啊、做那个捉迷藏啊啊，捉迷藏的时间呢，我迷罩噶嘛，一去到嗰度咧就捉唔到你啊嘛 ，OK， 这是同一个道理啦 ，OK， 我一看到有这个有妄念的时候呢，我就去捂，重新再来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受用了，真的对我来讲是有作用。那个时候你这样做呢，你就可以不给这个妄念带走哦，很重要。你首先你要察觉它，察觉它。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给妄念带走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妄念，是就随着他走了。其实你不是主动去找这个妄念，但这个妄念会找你的嘛，对吗？啊，真的，因为这个妄念就是业啊，因为我们做过去的东西有很多呢，都埋在你的心头，埋心头了啊，我们在。现代心理学里面就说这个潜意识 ，OK subconscious mind， 啊，在里面就埋在里头，你没有见到它，不是说它不在活动，它经常在活动，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它就浮出来啊，影响你的生活，啊，我们这个错呢就慢慢可以摆除他啊，你对他的啊，他对你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啊，是可以给我们啊多了自由，真的啊，增加了自由啊，不给这个妄念情绪啊牵动，太重要了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佛经啊，我以前读很多佛经，以前现在读了少一点。但是我都有做晚课啊，早课晚课我都有啊，不是做很长，但是都有啊啊。我有一趟我告诉大家，我有一天我念那个金刚经，我就大哭一场，因为影响这。真的，我受得太感动，太感动。所以说，那个他给我的那个教导啊，太宝贵。那天我真一直哭下去，真的啊啊，很厉害。那一趟我就啊，很少会有这种感觉。那天真的啊，读《金刚经》，我就读到这样去。那么所以佛经是有作用的，但是佛经都是一个标月纸一样的啊。然后音乐。养性情，增信心。音乐也没所谓，那个西方音乐或是东方音乐，都有给我们修行都有帮助的啊啊。当然有一些音乐啊，它啊看它的调子是怎么样啊。我有时间我给大家啊。听一听一些、啊、
然后思琪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感觉，增加我们信心。齐教念佛可以帮我们恭敬谦卑，因为 这份恭敬谦卑很重要。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这个过去的业影响到自己，其实并不是太能够自我自主，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弱点，这点也很重要。然后常饶化住尊住定心书法住端正安书定心，这个都是有用，全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谭宝硕老师的洞箫也是非常好听他也经常有很多精进的对于佛教道理的介绍大家都可以多听他在这个 WeChat 在微信呢都有一个号经常介绍他的洞箫的音乐，还有他的对于做人生活上的怎么去修然后这个呢这个我给大家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很好听。还有这个棋呢，就是我填进去的，我给大家听一听。看看行不行？没有。OK。OK。大家有没有听到？有，应该有听到。应该有听到 ，OK 好啊。我俾大家睇睇个。教授，而家冇啦喎。我知道，我而家拣咗第二个 slide。好。睇到啊，睇到啊吓。见证过粘贴又见证
那接手呢，我就是 Bach 这一首啊歌呢，我就填了词。这个呢，我可以唱唱给大家听听，大家也可以要是能够跟着做的，都可以自己去唱唱，好吗？沙弥无从前呐，今带我们去发掘，今带我们去认识命运藏着无穷的宝藏，你蕴藏着慈悲，你蕴藏着智慧，你就是一切一切的力量的来源，超越是超越空，无限制，无穷尽，无止境，在变幻中现光华，在黑暗中放异彩，你孕育了真善美的人，孕育了天下间一切美好事物。系咁啦，吓。其实咧，我就我还有其他歌这首呢是我做的歌，那时候我在多伦多大学念书的时候写的音乐也是我写的，那个内容也是我写的，都给大家唱唱好吗？我们快乐高歌，歌唱生命之歌，不畏暴雨狂风，直至苦尽甘来。生命是一幅画，又是永恒之歌，本身就是光明。我们快乐高歌，磨练才会坚强。我们快乐高歌，歌唱生命之歌。OK， 我就唱到这里了啊。基本上我今天的讲话都差不多，我是给大家机会去发问。还有其他的分享，大家要是有什么经验呢，要是可以想跟大家分享的，我都欢迎啊，好吗？好的，感谢教授干货满满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正道，能够帮助人解脱离苦得乐的是正道，能够导人放下分别心不贴标签的是正道，能够给人自由给人安乐的是正道，能够做到人我平等自控为先的是正道。总之呢，条条大路都是解脱道，端看我们的智慧判断了。也感谢教授分享的种种的修行办法，最重要的是呢，能够面对顺逆境界的时候直下承担不逃避。教授通过分享自己小时候转到英文学校的时候克服语言困难的这个心态，无论你是什么年龄，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和困难，只要你的心没有分别和执着，那么即便你发现了自己的缺点，也是一个发现成长的机会。就像教授分享自己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所唱的一样，生命是可敬的，即便呢一再备受考验，
也从来不会失去动力，也感受教授亲自的这个演唱，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生命蕴含的无限能量。同学们都感到非常的感恩。那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教授分享对于顿悟和见悟的看法。教授说，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顿悟，因为所谓的顿悟也都是不断的修行量变产生的质变，一切的成果不是白白来的，瓜熟蒂落，最重要的呢是日常不断的累积和精进。那对于在场观众朋友来说，日常精进最方便的方法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报读我们佛光大学在香港开办的佛学硕士课程。那我们的硕士课程是兼读制，也就是说上班的在职人士也可以报读。那么用两年的时间，在周末给自己固定的时间上硕士班的课程，持续的精进。在这里你不单单会学到佛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运用佛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说的解行并重。而且呢，这个硕士班的特点在于专门研究汉传佛教，这也是区别于其他课程的特点。那如果同学们希望上一些轻松一点的课程，我们也有乐活产业硕士课程。那这个呢是全香港的唯一。如果同学对于蔬食养生、禅修、压力调试，乃至于像今天教授说的心灵健康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了解我们的乐活硕士课程。如果同学希望学习更基础一些的内容，那我们香港佛光道场还有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佛教文化文凭课程，也欢迎了解。那有同学就问我，哎，硕士班和文凭课程听起来都很吸引人，哪个比较好呢？我想说 why not both， 可以两个都读，可以先一个再一个，学无止境，重要的是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不断的精进。那也再次感谢教授的精彩分享。那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下周日的早上十点，有佛光大学佛教学院的院长郭朝顺教授带来讲座《三学增上与苦之疗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香港佛光道场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内地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会持续推送相关的资讯。那今天的讲座到此圆满，也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喜心分享给家人朋友，大家共沾法益，祝福大家处事无畏，心安自在，和谐共处，六世吉祥。我们下周日再见，拜拜。感谢教授，感谢同学们，再见，谢谢。